他没有选择的是 Roy， 加上了 Harry， 好，六号他们给友谊赛，六号他们给友谊赛。我刚刚没有小心那个下臂的踢哦，很痛的踢，但是没有中的话，算是有蛮长的运气。先收命的是库特，哎，这个前臂是最好的伤害。刚那个剑杀了，呵呵，小废啊！好，漂亮，抓平台，切烂，没有跳，直接被杀死。前丢，有个叶问。好，达米诺的那个动作很漂亮。挖鼻屎丢，他其实挖很快，你只看他丢的动作，但其实他是有加挖的动作。这样的 last match。不要 Q， 哇，直接切断，上半身都分离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下一代，你被这样打到，你飞出去的时候是两块肉团飞出去。一比零。他们俩在想要不要换吗？继续弱一吗？哼，哎，终于换掉咪包了。换成 Hero， 一柔柔，来一波。然后呢？阿贝尔接队了，亚接北韩核子弹，哦，其中一个。
他解开那个时候还看不到达姆龙在哪里，就是在他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话，对啊，背就爆炸。雷剑，塞克，塞克就是要拿一个 up two， 要拿一个抓或者 up two。达姆龙也知道，哎，放盾。为了剑很好，女主说的神器，我们的本神溜，女主中是大魔比较多，但是就是差距没有很大，就是 hero 又可以突然杀掉你，从前冲上来，哎，我也是架，运气很好，刚那个中了就死，对，有点小，就。后一步吃了个贝尔，完蛋了，1-1。他们在选角色，还是若隐吗？继续是若隐，1-1，这场是 BO5。其实刚刚就是前半场，不少都是达姆龙在赢，可是库洛克中了比较重要的几下，那勇者就是这样子，你只要中了几下重要的，就值得。用回肠，哦，漂亮，动作真流畅。哇哈哈，还不够，那个跳就拿回来，你再开一波。哦，没有拿到创，拿到拜登，波跳还不够击杀，反正雷剑抓平台还蛮强的，超强的，轻轻锵锵，我们华人取名字的方式。
不知道怎么样的抓，这个是一个惩罚，一个很简单的惩罚。Four two， 开一波，反正上臂直接离开蓝棒，不是出盾，直接放个大风判，这个没有跳起来，哦，危险。哎，躲过了，不过还是吃了个背，又被追平了。去用剑，完蛋！还是蛮近的。哦，果然有这个 4Q， 他们很会抓这个。那其实每个Roy都要会抓这个，因为他们的速度够快，可以推两边。二比一。这样子拿了个 J+， 又抓到一次。跳进来一瞬间被挥到，他那时候重量比较轻哦，阿贝尔直接杀掉，有吗？没有，完蛋，我跳让你闪，但那个不好闪，位置其实是卡布正好打，雷剑没有魔了。哎，没有东西，这次没有。不得招，这次不能再往内滚。他以为会抓到边。硬伤了。他怎么了？最后。他进入命的时候。是炸弹爆炸。我们草产被 upset 了，被病 upset， 因为他在最后一刻拿到炸弹，最后一命的最后一下，打赢了草产。这可能是草产近期拿最低的成绩了。我们再回到 Domino 和布特这一场，比数是非常非常近的。8000%，哦，好痛啊！是好几%。哦，抓跳，但是没拿强悍，漂亮的抓。
两人都想要拿抓。哦，真危险。好，那个没有魔了就差很多了。知道要滚。不知道什么是 Force Smash。所以像